不要砍价呢。奶奶还做饭吗？这边那个我们那个，比如说。你把咱们的给人家留下吧，你把咱们的给人家留下吧。这个新的，我们再拿过一套新的来。对，拿一套好，拿一套新的。我们也做旧了，导演，真的这个是这真的是那个是我们这成套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太成套了嘛。折腾一下，前进走掉，我们就自然就跟上，这个还。 放这儿了，走人。往那边啪，一个爷爷这个，摸一个啪，给小孩看的。嗯，没有声息。 开始，走。好，看着啊，看着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 汉奸鬼子逃跑了，你拿着叉子，老头粪叉子，来这么一下，嘎，没出息。那老小子怎么就这一下，一天就没下来？我说你下来。 把衣服动一下，胳膊动一下。 来，大哥，老师，哎，麻烦挪一下这儿。哪？这里，安全起见，不要跟你们换。来呀！来，后厨再降一降。走。
木兔，快吃饭，上学了。我得睡觉呢。啥睡觉？还是不弄虾呢？你到底是弄虾还是不弄虾呢？你要是弄虾，哎，你下点水，跟我说你下点雨，你说，你下点水，我挖这个水桥还能养活自家人。哎，十八，你背。十二场，一进一次，开始。老天爷，你到底是能下还是不能下呢？你要是能下点子，我把这个水饺还能养活自家人，你要是再不下，可叫人咋活呢？轮子就死。干！干！好，再来一次。和你的舅子。就是要做一个那个，一开始他们讲这个四口人在那鼓捣说话，那太阳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一开始先遮着，回头滋太阳亮出来。这老九回个头，假如老九坐这儿，回个头又听见了，就这意思。他找过来跳也行啊，反正就已经跳好了嘛。他咕噜咕噜就把饭菜弄过来，对，跳好了，妹妹也做好了，妹妹做好了，那个他老九做好了，这个倒了酒，倒了酒，我兔脸过头从那过来，坐在这准备吃饭，来喝一口啊，你不说不喝。那谁木月就在，木月走进来，去，人正听到，去，往那带什么东西，他走了，嗯，小孩走了，是吧？坐来，等会儿，坐着靠。然后升高一些，然后从高处往下直接射进去。来一遍啊！来，再来一次啊！炒甜心。炒甜心。
吃了个咸鸡干啥呢？好，再来一次。我干嘛去呀？就是从那儿盛，就从那给他贴贴，哎，多点鸡蛋，多点咸菜，拿一个饼，递过去。好，我主达，你看，下来，穿鞋，穿好鞋，把碗拿到出去，懂了吧？还有最后一句话。红包，红包，为了饺子跑，跳江。